好像不能够接了，这样吧，这样可以吗？谢谢大红袍奶茶，谢谢。朋友们，看看那个弹幕，就是说可能不会互动。谢谢小豌豆，谢谢大家。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个，然后我在看屏幕，所以我可能不会跟大家互动。对，就是说，对，口罩很亮是吧？我也觉得。晚上几点放饭？晚上好像说是6:30还是7点来着，忘了，印象不是很深了。对，用这个朋克口罩。还是让我。
接个水，朋友们，我去接个水。我用的是剪映哦。平板上面用的是剪映，然后在电脑上用的是 PR。应该有剪到四分之一了吧？剪剪起来呢？六分之一，可能刚刚剪到六分之一，剪完了之后还要加字幕，剪的时间总共加起来还没有加字幕的时间长。今天真的能剪完就不错了。
等一下，没事，有什么好笑的？这不是剪着剪着崩溃一下，被人撞了头了吗？很正常。清醒了是吧？难道说刚刚我的直播可能有人睡着吗？太过分了。我再去接点热水，等一下我。我觉得冉老板这期茶高夜话应该会很好看。真的，就是也不是说别的其他茶道要不好看，就是说我剪，我觉得你们这是你们爱看的内容，里面会有很多你们爱看的内容，我觉得。一边看你剪视频，一边学论文，好，真不错。OK， 笑。还有几期啊？还多着呢，我们插队的人，我想想还有谁。青哥口一，然后还有一些天一、陈琳、齐静，这五个人都还没做呢。还有染子哥，我打算把染子哥放在最后压大轴了。哦，染子哥不是压轴，染子哥这个啊，染子哥是压轴，染子哥是压轴，然后我是大轴，没错，很强。前面还有小鱼，还有秀熊，对的。我自己是大轴啊，染子哥给我压轴，感恩染子哥，这辈子有幸被染子哥压轴一次，只有在这种场合，对吧？自己采访自己吗？应该是吧，也可能是别的办法，总之我会找一个好玩一点的办法的，放心，肯定不会让你们觉得啊，你们自己采访自己好无趣啊，要睡着了，肯定不会让你们这样。
染头发怎么说给你染头发啊？造什么孽啊？哪儿看我不顺眼？不是我，我不是故意砸墙的。你们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砸墙的，是我往后仰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就靠到墙上去了。我不是在故意砸墙，我不是在故意砸墙。这样 OK 了。我这口罩，很别致，是的，戴好了是这个样子，我也觉得很别致。刚说到哪儿了？这口罩不会扎吗？确实不会，放心。我说，染老板这期，我要么疯狂的剪掉，要么疯狂的消音。他真的太会说实话了。跟别人我会循循善诱，然后聊聊聊聊聊聊聊，让对方说实话。跟染薇是，别说了，不能再聊了。节目我还想要呢，就是。太真实
又删了5分钟的真话。他真话怎么这么多？我已经删过来了。我怎么也开始说真话了？救命啊！我那天晚上是不是喝了点儿？他们屋里面的那个橙汁是带酒精吗？
要跟他说一声我不要晚饭。外面什么情况啊？好大的声音啊！等一下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11号污水会好像没有我了，我再问姐姐，是不是挪了？
对啊，外面好像在下雨，我去看一下。我们去淋雨吧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真的在下雨，好像你看，这好像什么也看不到啊，就只能看到外面雾蒙蒙的，很高很远，吹吹风吧，恐高啊！那你们要看到这个，岂不是害怕死了？赛博大雨，外面打雷耶！哎，你看那边那个云，好漂亮，这个云，快看，快看这个云，好看吗？快帮我截个图。帮我截个图发超话，我现在没法拍照，快快快快快！是吧？甲光向日金鳞开呀，这是。哇，同频试试，这个太壮观了，朋友们。看起来雨还不小，哈，我突然发现我贴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正常人应该这边贴四个，那边贴四个，我的饭盒器幻想。有点问题，没事，我把它拉上。OK， 拉上就看不出来问题，拉上拉上。你们俩怎么粘连了 ？OK， 好了。嗯，这个耳机疯狂掉。就这样吧，幻想好甜，是的，放弃已经毕业了，幻想还是很甜的。哦，对，我昨天有没有跟你们说我的手机壳真的很帅？给我什么位置啊？等我转一下。OK， 回来了。这样，好像也不对。这样 OK。我继续去搞啊。
11号握手会没有我了，蒋医生。这个刘海我真的很头疼，它什么时候可以稍微就是说，不要这么煎熬。这是我的痣，不是我的痘，吓死我了！我离远看，我还说自己爆痘了。看我干嘛？讲话啊！看我讲话呀！这是口罩。怎么我凑近了反而不讲话了？不，这其实是特效，这是口罩特效。你看，它会动了，我说话它还会动，它可能会识别不上。这口罩特效很厉害吧？我们公司最近做的。我跟你讲，SH48 就是我们公司不是马上要做那个元宇宙吗？你们看到我今天转发了吗？我们公司要做那个元宇宙，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试运行的一款特效。专供不想见人的偶像使用，专供不想素颜见人的偶像使用，因为它会让整个面部就立体度很高，非常炫，非常酷，你知道吧？真的很强，真的。不信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口罩还能变颜色，很牛的。我特效我稍微调一下，它马上就变颜色，就只要我脸出去进来一下，它就会变颜色。它还可以变成七彩的颜色，就很牛。对，就是炫光，七彩炫光。真的吗？变个看看。当然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，但是这怎么能轻易给你们看？这当然不能轻易给你们看了。这个变这个是需要解锁的，变这个需要给我看那个什么星辰大海来解锁一下。对，有星辰大海吗？没有星辰大海的话就不给看了。演示看看，你们在那个虚拟都市里还有多少地盘？你我们的地盘啊。虚拟都市都是我们的地盘，绿色将版图染遍，听说过吗？虚拟都市里全都是插队的地盘。那就可以考虑别看了。外面天黑的好快哦，可能是因为下雨了，现在已经昏黄了，整个。行了，我继续剪视频去了，一会儿吃完饭的时候剪。
帅，天哪，好帅！
哇，外面这个雷打的。
我好感动，我们插人的插高电话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做你觉得你是官推吗，终于出现了一个人可以大胆的告诉我是，但是他说只是曾经试过，他试了一段时间他也不再插队，唉，插队命里没有官推，插队命里没有官推的基因。电脑连不上还是？是手机连不上，平板连不上。平板连不上。对。手机能连上？手机也连不上，然后，但是我就想，能连上就行。是这样的。嗯。这是连上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弱点。嗯。然后，它这个是。对，先把这个网忽略了，零点吧，我觉得不忽略词了。然后把你的 WiFi 先关掉，然后退出去，然后重新进一下试试。重新连一下。等一下，拖一下，先让你进一下。他这个得等好久，因为他有的时候不好好跳。我昨天一直没有跳出来。是没有跳出来，所以你的网不能用，他必须得认证之后。你手机有认证吗？都没有。手机也没有认证。对，都跳不出来。稍等一下啊。
对不对？哦，那你可以94105，调试，不行，我看94106，调试不行。然后你确实不确实把它的手机设置，然后把这个，开始，然后点开这个吧。念不出来，出来点点呗。零三和弦。嗯。然后打开抖音，就是上到主页那。抖音。在这个里面，对，然后滑，点开我的抖音，看到没有？能用的样子。嗯，对，可以用。所以说你这个网应该就是没有认证的问题。然后你的手现在不是那个，你拿你的手机搜一下，就是那个苹果，电脑是苹果的是吧？不，苹果是苹果的，对。嗯，你搜一下，就是那个出不来网络，然后它上次在设置里边怎么调一下，我给忘了。嗯，好。你搜一下，然后它能调，没事，你现在就搜，等到能用了我们再搜。嗯。搜，你就是苹果跳不出那个无线的认证界面。好，嗯。苹果跳不出。无线认证界面。嗯。打开手机，点击设置。嗯。然后搜。浏览器进入。然后没有阻止弹出视窗口，我没开这个。没开是吗？他那个是要开吗？不，他是说，他是说。要把这个关掉。关掉是吗？嗯。然后重新进入，但是我就没有开过那个。你把它那个开了，然后再关一下。然后你再关了那个无线，再忽略一下，把它忽略掉那个吧。好。对，我忽略。嗯，从这里来。手机上也认证不了是吗？对。我是人工智能。你想手机上现在充到充？过来外面光嘞，过来外面光嘞，好。
可以告诉他一下，拿手机给安迪的方法试一下，看他手机能不能。我去修了，等一下回来。